我们欢迎宋雨琦带来她的新歌《On Cloud》。画风突变。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ive,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e speed.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In the hands and the pasta like LeBron, I know they can't stand when I don't let them. Like Bob, push a 7-11, do the dash 7 minutes in heaven. Oh shit, I'm too quick, touchdown, hit it and quit. Big hits in the ear, little sweats, push down, make it rain on the bitch. The speed, on slap.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is beat,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山峰的没有没有，是个舞蹈博主。舞蹈博主。
强 and bounce。回来，我们还有一个对手势舞的挑战。镜头给到谁呢？猜猜下一位是谁？ She's certified freak. Today's a week. Always just moving, got me crazy, got me weak. She's certified freak. 给大家小小的唱。She's certified freak. Today's a week. 有个非常适合夏天，然后呢，舞蹈也非常的有记忆性，也有很有挑战性。Hold up, wait a minute、okay.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Ooh.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Stop, hold up, wait a minute、okay.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Ooh.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higher I'ma go to town on my friend She is certified freak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次舞蹈的 challenge， 哎，多多多喜欢自己的。当我的头发努力梦到起过我的房子낼수있지지금도 pull up pull up I'm coming girl pull up pull up 네경계 girl 사실난접근하지않아쉽게저멀때들은머리에 wax 빼면시체我的心扑通扑通不停地跳爱上了你侧脸你的眼你的每个表情忍不住靠近点再近点闻到你呼吸想见你在今天在明天忘记所有时间身旁有你是我许下的心愿搜图绝恋舞奇遇记走了左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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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一二
我感觉是吗？哦，是对，就只会这个感觉有点。我怎么会同边手？二三四，同边了。一二三，再把身体挪过去，再把身体回来。这个长安好往前。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再打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动物感情多，一起来玩躲猫猫。此时，兄弟团成员刚刚结束了黑桃关卡的撕名牌大战，分别进入单独的隔间查看身份。为防止偷听，导演组为每个人都准备了隔音耳机，并在耳机中播放了精心选择的音乐。戴耳机。齐的歌呀，为什么是我的歌？因为好听啊，因为好听啊。不管多遥远的距离，相遇都成了奇迹，天气也为你而坠落。把耳机戴上吧。好，我啊。曾经我学不做些什么。要唱吗？
你是真的听过这首吗？还是你才刚刚听的？就想唱。注意看，这个用嘴打节奏的男孩叫星星。有观众能猜出来他在听周杰伦的哪首歌吗？哟，哦哦哦，哎，嗯。白鹿小姐是哪位啊？我的职业就是山峰的。没有没有，是个舞蹈博主。舞蹈博主。我能邀请一个人跟我合舞吗？我觉得可以。你吧。我觉得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洗一下地，这个地上太多油了。啊！你吸油吸油，美妆博主吸油，快播一播。场介绍过的电子竞技以外，霹雳舞也是今年杭州亚运会新增的正式比赛项目。应该是要比霹雳舞吧？而今天的第一项竞赛就与舞蹈有关，跟舞蹈有关。赢了，我们赢了！哎，我们女团，对呀，我们女团，我们是 Baby Face。哇！怎么这么羞涩？大家作为男团，该作为什么的就该跳跳吧啊！有没有舞蹈的呀？咱演着。这儿。宝蓝会跳舞吗？绝对不会啊。Icon会跳舞。会跳舞。你们可以指尖上的舞蹈。这项任务的具体规则。在游戏开始后，场地里会交替播放两个音乐。当播放舞蹈音乐时，所有成员需要立刻到舞蹈区跳舞。在跳的过程当中，会有专业的评审对舞蹈进行评分。当播放投球音乐时，大家需要立刻跑到投球区开始投球。投进的球数越多，得分就越高。舞蹈总分是50分，投球总分是100分。总计得分排名前四的俱乐部将在本轮胜出，而三个分数靠后的队伍将直接解散。啊，三个解散！哎呀，太残忍了！哇，这都还没热乎呢，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快要解散了，有点害怕了，有点紧张了。咱们第一轮守住好不好？第一轮守住。我们的缘分该不会？祝你平安，祝你。你们已经放弃了吗？咱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没事，周深那组应该是悬了。我指定舞蹈 baby。周深歌好，但舞跳的不一定啊。深深有在听吗？有。他没有。深深，你可以问问队员们对舞蹈有什么理解吗？不理解，不理解。电竞选手估计都不会。这一趴我们赢定了。因为我们的颜色是安慕希新口味长白山蓝莓。哇！耶！这个评审是什么评审呢？专业的评审。多专业呢？有请体育舞蹈国际裁判乔治。Yeah.
我们要跳这个吗？我们要跳这个吗？老师，刚才只是一个表演环节，对吧？这次来呢，准备了一个我们霹雳舞。原来国际裁判跳舞也喘啊！我先简单的去演示一段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舞蹈。好的。一开始都是这个啊，哎，转圈儿。这个还是可以的，这可以的。啊，这个还行，这个还行。好像老年操的感觉，还带波子，还可以吗？这怎么记得住啊？好多呀，这不是专业的，真记不住。我觉得应该没啥太大问题，没啥太大问题。我先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先是鼓掌，鼓掌。马上就学会鼓掌了，行。然后伸手，哎，没毛病。然后转圈，然后这个时候要摆出我们的态度，对，态度，对，得有态度。哎，跳的好不好不重要，态度，摆出我们的态度向前走，耶，然后看向前面，然后转过来。老师，您知道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吗？我们态度是谢谢。我们第一个动作，一二，对，这个动作有一个要领，防御进攻，踩他啊，防御踩他，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换。脚向前，你刚才是这么跳的吗，老师？老师，刚才我肯定是这么跳的。你敢质疑老师？没有，这一组50分，头顶。没有，老师，不敢。他们这个队质疑国际裁判，我听见了。反正一会儿这分肯定是我打。东北的，把人扒拉开，扒拉开，起来，扒拉开，扒拉，扒拉开呀，扒拉开，起来，上一边，一边去，走不腿，快头起。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吗？这个你又质疑裁判？不，导演没有，零分。我觉得他们队就算。然后这个四次，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走，跳，走，准备蹲下，蹲起。原来别人学跳舞是这么快的吗？踢腿啊！你为什么一直在疼？我蹲不下去。有连不起来的吗？有啊。我们三个都连不起来，肯定没有那么流畅。我觉得咱组有戏，整体我看你们跳了比周深那组跳好。你们好比。要不我们那个往前扶着的时候做一个那个这样吧。还夹呢？还夹动作。
被夹了。咱们亮相，给他们先镇住，对，给他一个魅力值的那个加分。五六七八，那咱俩就不动啊，咱俩开始就不动。他仨对，咱俩走稳。防御踩，防御踩，哒哩哒哩哒哒，哒了哩哒哩哒哒，哒了哒哒。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跟不上了，后面跟不上了，跟不上了。哎，我们来个 ending pose， 踏踏踏。嘿，又假了，又假戏了。我们不能被解散呀。哇，完了完了，星爷要给你换个位置。不行不行，我也不行。蹲地 ，pose。好。有个站定还干嘛？站定，然后就这样，没事，咱俩坐在后面的时候就左右晃一下。OK。行不行，老板？没问题吧？前面能记住，但是就是后面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重在投球。一、二、一、二、四、五、六、我们都好久没有他们了，他们很厉害。五、六、七、八、四、二、三、三、五、二、三、八、六、六、八、六、三、八、六、六、八、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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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你们要解散了，我跟你说，解散吧！一、二、三、五、六、七、八，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觉得我们怎么没问题、啊？没问题，必胜！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踢左掌，摸腿停，好看。很顺，没问题，可以的。来吧，开始吧。来吧，来吧，别教了，没用了。老师，那你一开始能在这边吗？我们就前面跳得好。老师的位置不太公平，老师要去最中间。同意，同意。对，你看不见我们，乔治老师。你可以走动一下，尽量都看到。沙溢在那干啥呢？有个仪式，有个仪式，前面有个小，有一个小队形，有点小心机，前面有点小心机。他们有队形哎，我们先竖排，竖排，竖排，来来来来来，我们是那个什么千手观音是吧？各队就位。老师不看我们，好嘞。
哇，这风好大！对，这风好大！顺风头！兄弟，看风向，兄弟，命中率啊！命中率！火进了好多，来感觉了啊！来，跳舞了！哇！太多了！哎！这是什么死循环吗？咱们很多了啊，咱不着急，慢慢来。放心，我们进了好多。我进不去。站上来，大好扔。哎，你们怎么可以站箱子？心仪帮我请求，我能丢进去。大仙投的太准了。太牛了！哥，好累啊！太多！哎呀！五、六、七，老师太多，冲到了，师妹！嘿，哇，加速了！嘿，什么？我的腿已经快跳不动了。哇，老师，我们是绿队。老师，不要被他们抓住！好累！加油！收集！你投完了，快投完了！哇，他们怎么那么多？咱们投球取胜。好！哎呀，哎，慢慢来。进一个，你上。我们的球是最多的。哇塞，我们进了好多，好开心！回！回去跳舞！老师被带走了，去老师那。老师，你看看我。别看了。老师，地板动作。太多了。这是有氧，好累，不行了，捡蓝色的。我们去捡，哦，进去了。咱投球取胜。倒计时，10、9，这一个，八，哎妈呀，扔出去，在这儿，六，球在我这儿，五，差一个，最后一个，3、2、1。可以吗？太棒了！哇，他们好多啊！哇，我们最少，没有还有橘色。怎么回事？咱们没关系，我们态度好，我们有态度，我们这是亚运会的态度。感觉要抽筋了，已经，老师站不直了。哎，不。老师不累，老师不累，我们还想练，不累的，一点都不累。老师来，不累是因为你们没有态度，
老师，我们的态度消耗了我们最累。我跟你说，有态度的球队绝对不会投那么多球。对，那肯定是跳的不好。但如果你看我们的每一遍回放，没有一百，只有一百二，我们的那个表情，绝对是亚运会的水平。绝对是亚运会的水平。请乔治老师来为他们打出分数。老师，上次我俩见过的，在那个走秀那一天。哦，你在我身后，我在你右边那一个。改分，老师，改分，必须改分。哎，怎么套近乎了？开始来这一招了是吧？东北人，我也是东北的，我沈阳的。上次真见过，在我左边的，他就是这个位置走秀，走后门。有黑幕，黑幕，黑幕！我们这队全东北的，我们全是东北的。首先我也在，我开的场，我开的场。老师，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随时跟我说，有能帮上的，我一定帮，行，好不好？我这样，别说亚运会，咱努努把力，奥运会。奥运会行。你呀、啊，加油！我去当你的学生，以后招标都把我放出去。行，就这么定了。就这期这努力的程度。太拼了，笑得我想雨。首先公布各队的舞蹈得分。这个各位老铁都有得罪了啊，没事，都凭良心。好，我们的李晨队49分。哇，49，哇，149。Baby 队50分。耶、这就是国际裁判。祝你平安。我们那个0.5分是扣在了哪儿？就剩我们了。没事，我们肯定不会有49。范丞丞队49分，哇！一脸失望呢，怎么？他不开心。老师他不满意，把他的分匀给我们。老师他不满意，不要了。没事，你上奥运会，我肯定给你打100分。就看看，老师是国际端水大师。对。接下来公布大家球的数量，蓝队球数是100颗，所有的球数全部投进了篮筐里。哇、哦！啊！他们是的，他们一个篮的都没剩下。哇！亚运最美！结合大家的舞蹈分。排名前四的队伍，你们的俱乐部卡牌价值升值为10助力值一张。然后很遗憾 ，Baby 的俱乐部、凯哥的俱乐部、程程的俱乐部，你们的俱乐部卡牌停留在5助力值，不再升值。同时，你们3家俱乐部也将直接解散。哦，死了死了，回来 ，Baby Face 要解散了吗 ？No，Baby Face 出道即解散，出道。初心一直都在，我知道我们很难，女团很难，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江湖再会，人生兜兜转转，总会相见，好不好？好。李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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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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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安慕希的试探，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分别站在浮垫两侧，一人进攻，一人防守。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即为防守方获胜。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好，哇 ，Party！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扎哥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凯哥跟。
脚了，摸到脚了，这一局都争胜出。哇！接下来两位交换位置。哎呀，这个好累，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加油，叔叔，请准备。是镜像的。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转身，利用转身。世纪最严重的手滑，好手滑啊！那我应该换了，对吧？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对对对对对。来了不？来了不？我抓，他要当防守。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胜出，厉害厉害厉害！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没朋友，我来，来吧，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晨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来了。两只牛啊，来吧，刘梦红啊，第一局陈哥胜出，这招可以啊，哇，陈哥你。哇，这下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先闻的，现在闻的。两位，第二局请准备。
等等。屋顶着火！等一下，副歌啊。还有俩伴舞的。啥呀？好帅，你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啊，道明寺这个回来了。明寺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1-1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少爷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 Mini go Mini go Let's go Mini go。你要哪边？这边 ，OK。两位，请准备。又没够着，真没够着。根本爬不过去，来了，怎么这么累啊？
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上快乐。哎呦，那我刚等在那儿。今天带来出战的是雨琦和白鹿，白鹿加油！哇塞，我半百年没下过游泳池了，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啥歌啊？我的歌。白鹿，从心里上飞出来。世界夕阳西山，看我一边童话，数着满天的晚霞，这道理。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舞蹈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你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要放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白鹿，你目的达成了。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自己给吓整了。这个谁学谁的？哎！再你再一会儿，你俩把那首歌唱完了。恭喜白鹿胜出！恭喜恭喜！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尝尝尝尝，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我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个效果，难怪你酒头多呢，难怪你酒头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承认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那舞蹈，我这次肯定。我选雨琦。雨琦，你好意思吗？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
我们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OK， 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呀、啊哦。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可以可以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跟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请准备。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与骑士进攻方，虾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接住了。差点副歌，差点副歌。这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有点悬殊。超出艺术，我叫你选我你不信，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你来不了。恭喜雨琦胜出。